欢迎收看中嘉新北新闻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林丽如。先来看到山鹰社区大学日前是举办了104年的春季成果展，除了动态的表演吸引众人的目光之外，还有各类型班级的成果展，包括了手工肥皂、编织篮，希望借由成果展秀出学员们的作品来，让更多人一起来加入社区大学活到老学到老的行列。悠扬的古筝表演揭开三鹰社区大学成果展的序幕，造型特别的手拉胚、精致的编织篮和可爱的手工吊饰，都是学员们经过课堂的学习所努力制作的成果。每一年三鹰社大学员人数都有将近100多人的成长，其中社区生态踏查健走及中东肚皮舞班都是相当热门的课程。他们最喜欢就是啪啪课的生态踏查，还有那个中东的肚皮舞啦，还有乌克丽丽等等一些比较热门的。当然有一些学术课程呢，我们一直在推广中。然后我们莺歌的那个产业文化啦，文化产业，还有那个三峡的特色的那个蓝染呢，我们也是在努力的再去推广。盛大希望藉由展出104年春季的成果，顺势宣传104年秋季班的课程，而课程内容也相当丰富多元，包括了语言学习、歌唱技巧、书法挥毫等，希望让更多民众一起加入三鹰社大，保持对学习的热情。就请大家到我们三峡国中的校本部，在三峡国中去接受报名，然后可以有一些答询的部分。然后莺歌国中在那个莺歌文化路的火车站对面，农会181号，我们三鹰社大的那个办公室在那边。然后在三峡国中跟莺歌农会这边都受理报名跟那个咨询这样子。那在参加是不是有什么会不会有什么限制呢？只要满18岁以上的成年人都可以。一件件的作品全部都是素人学员独自完成，经过老师的教学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并且发挥，不但在忙碌的工作中能够找到自己舒压的方式，也能够活到老学到老，体验多元的领域。中嘉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道。